瑞士西格绍尔公司目前已经是轻武器行业的领军企业，其产品涵盖步枪、冲锋枪、手枪、弹药、光学瞄准镜以及消声器等多个领域。该公司旗下的 MCX 步枪于2015年推向市场后被多个国家的特种部队采用，足以证明这款产品的优异性能。但西格绍尔公司并未止步于此，近期他们又推出了 MCX 的改进型 MCX 维尔图斯步枪。为了满足特种部队对步枪在精度、模块化和使用寿命方面更高的要求，相比 MCX 步枪， MCX 维尔图斯步枪做出了很多针对性的改进。该枪使用了更加坚固的机匣和枪管设计，同时将许多重要易损部件的材料由铝合金换成了钢材或钢制嵌件。西格绍尔公司宣称 MCX 维尔图斯步枪能够在不更换任何零件的前提下实现全枪寿命20000发以上。该枪所有操作机构的位置和 A2 步枪一致，快慢机、弹匣卡榫和拉机柄方便左右手设计，弹匣卡榫和空仓挂机解脱钮的距离比较近，便于射手快速操作。虽然 MCX 维尔图斯的外观与操控与普通 A2 步枪非常相似，但其内部结构却与 A2 步枪完全不同。该枪采用活塞导气式自动方式，因此可以使用折叠枪托，自动机结构也颇具特点。其将一套独特的双附近簧结构放在了枪机组件的上方，枪机组件长度只有 A2 步枪的一半左右，枪机的行程也比 A2 步枪要短。配合独特的双附近簧结构，使得整枪的后坐力非常柔和，同时可靠性和寿命也得到提高。 MCX 维尔图斯步枪凭借着和 A2 步枪相似的外形和操控方式，将枪械的模块化设计发挥到了极致。该枪完美地体现了西格绍尔公司作为一家顶级轻武器企业对现代战斗步枪的认知水平以及高超的产品研发能力。